心的火。好，我们祷告这个火也要在洛杉矶燃起来，这个火要在加州燃起来，这个火要燃烧到全美国。我们同时开口起来祷告。哦，主耶稣，这个主耶稣，我们这同心可以在面前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愿这个复兴的火把你焚烧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焚烧在洛杉矶。主啊，焚烧在整个加州。主啊，焚烧在美国。主啊，主啊，德州要为帮助我们的孩子们。主啊，让他们正式脱离这个时代，脱离这个许许多多罪恶的捆绑，脱离这个世界的这些的影响。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愿你自己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工作。哦，亲爱的主耶稣，得着我们的下代，使我们的下一代全然要归在主的手底下。哦，主耶稣，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仰望你。主啊，主，愿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显明你自己的作为。哦，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赞美你，主耶稣。是的，主啊。愿你烈焰而降，烈焰而降，降临这地，降临万国万邦。愿你烈焰而降，烈焰而降，是复兴的火。有的人被这些惧怕、担心，或者是一些的这个 internet pornography， 或者是这些的computer game 被这些捆绑的。如果是你自己，你祷告，主啊，现在你就来 deliver us， 主啊，现在你就来都释放他，好不好？